真系好辛苦，不过我感受到耶稣不停我讲，如果冇肉身活着，系因信耶稣而活。我而家肉身活着，系因为信耶稣而活。同埋，听日开始就系复活节假期。耶稣都同我讲，去下西马利园经历嘅痛苦，钉十字架嘅痛苦，俾人出卖嘅痛苦，皮肉嘅损伤，佢都知道。所以呢几日虽然好辛苦，但我觉得系耶稣同我手拖手，一步一步向前行。好似天仔讲，挨过咗就得噶啦。同埋。耶稣系同我一齐，同死，同埋葬，同复活，我先知有明天。